諸悪じゃんけんぱー。你认识富坚义博吗？不认识的话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他长这样子。什么？你还是不知道？那给你两个提示。第一个提示，修刊王。第二个提示，他是画这个漫画的人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，你知道富坚义博的富怎么写吗？是这个富，对不对？错，大错特错。其实他的富是这样写的。我也是最近把猎人重新看一遍之后，跟日本朋友讨论这个修刊王之后，才发现他的富是这样写的。感谢收看这则影片，你又知道了一个不知道不会怎么样的冷知识，但是知道了可以跟朋友炫耀哦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那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就在旁边点旁边的框框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拜拜。